好，大家可以教我一下吗？是这样子的，来，这是你做的，我都差好多。刚刚动作好不好？跳起来的动作，跳起来动作更活跃，是不是？跳起来的动作，今天开心嘛？好，三二一 ，jump， good， 一飞冲天，是，可以吗？好的，谢谢小厨，首先稍作休息，我们在台上。好，马上欢迎第二位女神，会是谁呢？请看影片。我是 HKES 的家族成员 NONO 顾婉允。欢迎 NONO 顾婉允。顾婉允是拥有庞大网军粉丝的人气女神，也是广告节目邀约不断的新秀，非常的有活力，非常的动人。NONO， 我们先看向右手边的媒体朋友。好，看向中间。好，我们看向左手边，来补拍一张。看中间。好，谢谢顾婉允，谢谢 NONO， 感谢。马上我们来看看第三位女性人，好可爱哦，也是我们演艺圈有名的夏如顺代表，我们的甜心林家妹妹詹子晴。哇，还没拍完啊，还有人要拍，他们自己 Q， 你真的是自己的 tempo 哎，要不要来主持好了，好不好？来看左边，好， listen to me， OK， 子晴看向中间的媒体朋友。好，转向右手边。好的，谢谢子琪。好，请归位。好，感谢。最后一位呢，刚刚看了这么平易近人的，我们来感受一下艳丽的。我们来看一下第四位的女生。欢迎彩妮 ，Sunny。彩妮担任过许多游戏的年度代言人，也是年年入围百大性感女神的前三名哦，相当厉害。大家今天穿的色系都红白相间哦，拥有胜利的概念。哇，甜心看中间。好，转向右手边来拍一张彩礼。两位在左边，两位在右边。好的，各位摆个不一样的动作，看中间的媒体朋友。好，我们的战队成员看的都是流口水，是不是哈？非常的 sexy。来，各位转向右手边。好，大家四位有没有看到右边那一台 stand 有一台手机？它是我们 HKES 的官方粉丝专页，挥个手跟网上的粉丝打声招呼，拥有50多万的粉丝，对不对？非常厉害。好，那 OK 了吗？中间。中间再补一些，没问题。来这边。通常女神拍照，主持人都是会站在这边5分钟，对，大概是这样子。好，慢慢来，捕捉最好的画面。正式宣告 HKES 家族成立。来这边。是。好，等一下我们最后还有单拍的时间。好，再补一张。好，谢谢。是。好，最后一轮好不好？左中右，来右边先开始。及右边看一下哈，慢慢转。好，好，来看向中间，太棒了，一字排开，欢迎我们的张小厨、顾婉允、詹子晴、林彩迪四位加入 HKES 家族成员。好，及右边，最后了哈，最后5秒钟。好，最后有补拍的时间，来。他们看到你看傻眼了，太甜美了。再来第二位是 NONO。Hello， 大家好，我是 NONO 顾婉允。Hi NONO， 欢迎。再来是子晴。Hello， 大家好，我是子晴丫头。哇哦，哇，好可爱哟、哦。来，彩婷。Hello， 大家好，摄影大哥好，我是彩婷。是，欢迎四位正式加入 HKES 的家族成员。四位知道，你知道网络上啊，听说你们四位要加入这个成为家族成员的时候，大家都非常兴奋，非常的惊喜。那你们自己加入 HKES 的心情如何？跟大家分享一下，小猪。我先来啦。就很荣幸有这个机会可以加入 HKES。对、那我们在记者会之前呢、在筹备的时候，我们有拍宣传照啊，或者是影片。
那整个工作团队其实很辛苦，但是在拍摄过程中我们是还蛮愉快的，然后也很友善，然后大家都很专业。嗯，那希望未来可以有更多机会在这方面的发展，然后合作愉快。是，而且我觉得你们也可以打响你们在电竞界的一些知名度，对，然后工作邀约不断，一起来赚大钱的概念，对不对？对，好，谢谢小竹。再来 ，No， 好，我来分享一下。我觉得，因为其实电竞现在在一些还不熟悉这个产业的人会觉得电竞好像只是一个玩游戏的东西，可是它其实跟职业赛是篮球等等，本质上是相近的。所以能够借这个机会，由我或跟我们四个一起来推广这个产业给大家，让他知道电竞是什么样的东西，然后能够加入 HKES， 他们扶植电竞产业、电竞选手等等，我觉得非常的荣幸。嗯，谢谢，对，谢谢，谢谢NONO。来，子晴呢？就是非常开心可以加入 HKES， 然后呢，就是让我可以认识到这么棒的老板，因为他就是在又帅啊，他就是在电竞这一块非常的有热情，然后希望可以让更多的人可以了解到电竞这一块，也希望公司可以赚大钱，这样子看可不可以拿到很多的那个游戏币。真的，真的很爱。你刚才有表白的意思吗？有，希望可以拿到很多游戏币。好，谢谢子晴，来彩萍。就是很谢谢这个 HKES 的公司的邀请，然后我是希望可以刚好就是透过我们四个人加入，就是可以让这个电竞圈呢就是推广出去，然后可以让不同世代的人，不只是年轻人，可能是小朋友或是爸爸妈妈或是更多不同的人可以更了解这个电竞。对，是，谢谢彩萍。其实要加入一个最大的电竞公司啊，四位女神当然不只是只有外表而已，其实你们应该要跟电玩相关联。那请问这四位跟电玩有什么样的结合渊源，然后对电玩有什么样的热衷感呢？有吗，小竹？有，你不用说啦，你就是电竞天星啦，你的本业啦。还是要讲一下。等一下要让他们回答，你先说一下你。好，就是我从小就是很喜欢电动，然后就从小啊到我的青春叛逆期，然后一直陪着我到现在。那也遇过蛮多事情的，像我以前在打游戏的时候是很沉迷的，我甚至打到去掉点滴了。啊，这么沉迷？有点太沉迷了，对啊，太沉迷了吧。最近呢，就是我算是没日没夜的那种，然后常常会熬夜打电动啊，然后打到我手腕发炎。天哪，你手腕发炎了，然后去复健，一直到现在都没办法完全好。所以就是告诉大家，就算很热爱这个游戏，身体也要顾。是，这是错误示范。真的不要这样。不过真的电竞甜心也非常得虚名，真的是靠你今年累月的点滴跟这些脱臼啊和发炎。哎呀，不要，要保护好身体。而且我听说一件事，你说你就算未来的男朋友可能月薪只有20K，但是只要肯陪你玩电动，只要肯陪你玩电动就 OK。其实应该是说我很好养啊。就你只要给我一台电脑，那样一张床，我就可以这样过日子。然后陪你玩电动就可以了，陪我打电动就可以了。是，那他要你养他也 OK。要上进心，自己要上进心。起码就是打电玩的时候要赢你这样子，有没有？是不是这样上进心？可以。好，可以，不用回答，真的。好，谢谢。那么来请。我跟小竹比较不一样，我是健康型玩家啦，就是在家里打，但电竞还是健康还是要顾，因为最近天气很热等等的，就是。因为我也很宅，我就是常常待在家里，然后就是只有玩电动。你常待家里吗？你很健康的肤色耶。啊，这是出外景赛的，但其实我没有工作的时间，几乎都是待在家，就跟狗狗玩，然后玩电动，因为觉得很热，还是不如吹冷气好了。炎夏最好就在家里吹冷气，然后玩电玩，对不对？而且这样比较健康，就是真的不要太沉迷，不要太沉迷，对不起。再讲你啊，再讲你啊，哎呀，好，子晴呢？我都是比较惊悚的。怎么说？就是因为像因为我的弟弟，所以我都会跟他打架，就为了要看谁先玩电动。然后我还之前都把他打到手断掉。那你们也太热衷了吧。暴力是暴力，所以希望大家不要学我，要相亲相爱。那你家弟弟还好吗？还好，他手那个接回去了。因为他脱臼了。但反应可能比较迟钝一点。对啊，或者是有的时候玩的可能在家里太大声了，然后就是邻居
会来抗议，跟丁特一样。丁特也在现场，对，跟你一起捧红那个。OK OK， 好，好啦，好照顾弟弟啦，真的好不好？其实他很爱他。是是是，好，错误示范不要学习哦，各位粉丝，谢谢。来，彩婷说一个比较正面的吧。正面的吗？其实我平常也是喜欢宅在玩电脑或是玩 PFO， 然后我是觉得我除了私下跟电玩然后有关之外，就是连工作都跟电玩就是密不可分。对啊。对，从我刚出道开始就是一直接触电玩，或是主持电玩的节目。是。对，等于是。我生活的一部分的感觉，是真的很正面诶，非常好，非常正面，也就乖一点点，没有啦。其实四位都是形象非常好的女神级的人物，加入我们 HKES 哦。不过听说之后每一位都有一些秘密的任务，但是现在目前只有子晴去了澎湖，跟我们的战队成员丁特到澎湖拍外景节目，对不对？对，分享一下有什么有趣的内容。之前有粉丝就是说希望他可以带大家去澎湖，是，然后让大家知道澎湖哪些好吃好玩的，所以我们就一起去了澎湖。嗯、然后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有一起去他姐姐家做面包，嗯，然后我做的面包很厉害哦，嗯、长得跟鸡腿一样，对，我鸡腿面包，根本就是鸡腿，真的就是鸡腿。然后他做的就是莲雾，他就很有趣。是做面包还是种菜？对，就很像在做菜。但就真的是他适合打电玩，他不适合做。应该也是。很可爱，他住澎湖嘛，对不对？对，他是澎湖人。很有趣，你们应该也很期待之后的秘密任务，有没有？有没有稍微想透露一下，想要有什么样的任务呢？有没有？可以吗？有什么任务吗？是，希望有哪些？就是尝试新鲜的，新鲜让我自己也很惊喜的那种。嗯嗯、啊。或是可以跟队员有互动，有互动，对，可以跟他们一起。嗯、是小猪呢？嗯，差不多，他们都讲完了。是，那我比较好奇的是，四位到底本身熟不熟？有没有同台较劲的意味？因为大家看起来就是很和谐 ，HKES 我们这个家族成员。所以我们关键内心戏里面勾心斗角应该没有这回事，对不对？没有，既然都是家族成员的，当然是希望表面上感觉姐妹相亲啊，大家来当然要这样搭个肩膀好不好？来，姐妹啊，亲亲好，很棒！今天这个家族成立大会，马上我们要进行一个庆祝的仪式喽。好，我们一起看向左边的媒体朋友，看主持人这边，左手边。那如果有需要电子媒体联访的朋友们，现场等一下到舞台边一起上台哦。来，左边。来，中间。门店请点心。今天要非常感谢我们这个 HKES 的全体长官，谢谢我们的协力品牌联想电脑，感谢感谢。来这里。好。好，下一位。谢谢我们第一位女神小竹，我们的电竞甜心。接下来欢迎的是东东，拥有庞大网军粉丝的人气女神吴安云，东东。也是我们广告节目邀请这样的宠儿。主持人站的这个角度，真的粉丝知道会打死我。中间，因为侧边也太……王云，你现在尺度蛮开的哦，你的 T 恤。来这边。好。来这里上面。好。来下面。好。可以吗？右边再补一张，好，线上粉专的粉丝持续给我们爱心哦，谢谢大家。好，谢谢。OK， 谢谢 NONO。接下来换子晴，我们邻家妹妹，一今年的詹子晴。来这里。来中间，好多 pose 哦，离线五秒就换一个，超厉害，永远有自己的节奏，不需要主持人 cue 的詹子晴，好快哦，好多 pose 哦，有这么厉害？好，大家粉丝可以学一下哦，妹妹们可以学一下，好，是谢谢子晴，最后我们请彩婷。
来这边。中间，来中间。现场是不是有需要平面美女的联访朋友？有吗？举起的手好吗？平面有，对不对？好的，那电子的部分我们就直接先进行平面。好，来中间。来中间，中间。好。中间。现场有需要电子媒体朋友们需要上台联访吗？请举个手好吗？